杨叔推荐房必定是好房。半年前我推荐了一个列治文市中心的楼花，位于 Richmond Center 的对面，附近有公园，有商场，有天车，但却不用面对三号路川流不息的车流与嘈杂的噪音，更没有飞机从头顶飞过。这就是 One Park 的二期楼盘，当时有不少买家抓住了机会，现在回头看，买到即赚到。今天的视频隆重推出 One Park 的三期，这是集精品住宅、零售商铺以及办公楼于一体的全新社区。社区周围遍布各种城市便利及康体设施，为业主带来便利宁静的都市生活。优美的公园绿地、宁静的步道小径、完善的健身娱乐设施、优质的教育资源，都是列治文 One Park 社区中完美无缺的组成部分。 One Park 由三座高层住宅楼组成，将于2023年完工。通过我们的航拍镜头，你可以看到施工进度是绝对让人放心的。社区32000平方英尺的空中花园，使得 One Park 的业主和居民可以尽情享受园林风光，提供邻里一个互动交往的优美场所。楼盘沿街的商铺将会有美食餐厅、咖啡饮品等各种店面，让居民们在社区之内即可享受全新的商业便利，日常所需近在咫尺。 One Park 还配备了一流的健身娱乐设施，来提高业主们的生活品质。在每一个住宅车位上提供独立的电源插座，以满足未来电车普及的需求。每户都配备中央冷暖空调，防划痕实木地板，厨房的配置既时尚又实用，石英抛光台面与橱柜无缝结合，全部软处理橱柜并用激光封边，全套欧洲顶级米勒品牌电器，现代化不锈钢水槽配有噪音处理系统，洗手间也是顶级配置，全部地热与大理石台面， SPA 式卫浴与嵌墙式浴缸，欧式顶级科勒水件，定制洗手间墙面干挂石材。三期的户型有一室、一室加办公室、两室和两室加办公室，还有三个卧室的大户型，面积从502尺到1412尺不等，价格605800起。现在预售马上开始，想要买到好户型就赶快跟我们联系吧，别忘了转发给你正在买房的朋友们，好东西要记得与大家一起分享。